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现在是凌晨的6点钟了，我们要出发去机场了，走啦。入门。现在我们到机场了，估计等会儿会碰到老熟人，还有曾毅他们，好像都是坐同一辆航班，我们去啦。好，登机牌了，准备去安检，等会儿就会碰到他们了。我们已经遇到了小北跟阿芝了，刚进来就遇到了，可巧了。等一会儿估计会遇到曾毅他们。走啦，美女在这呢。我估计他等我们等会儿能遇到曾毅。对，因为我们同一个航班，都是湖南的，一起出发，走吧。我们都是老熟人了，第二次见了，第一次，早就预料到能在一趟飞机上遇上他们了，现在聚在一起，好开心啊！没有，你待会儿我给你电话了，不上班。走啊！反正我就怕被吃鸭子了。快来，我家鸭子管够。我们等一下就坐这台飞机。这飞机没错。啊，我还有个什么车我开到了路，我是晕车了。我这样的，不，我这样的。哎，好巧，你好巧，你好巧，你好巧。现在我们已经安全到达上海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